想啊。我抽了个筋刀和你遇到，牵手时的信号砰砰心跳，去飞走后它飘啊飘飘。什么情况？你看行动预告怎么样？刘爷脸都黑了，一个吻算你一吻，合算吧。我就知道。怎么？难道林小姐别有期待？你放开人家啦！我去上个厕所。你有点东西啊，这一期的分量绝对够够的。不过很奇怪啊，陆总怎么会这么配合？难道他认出来你了？不可能，我们高中连句话都没说过。那就是他真的答应了你那个奇葩合约。哎呀，真想不到啊，现在这些霸道总裁咋啥钱都挣呢？光今天就倒贴15000了，我全部身家就12万，这可是我留着开宠物医院的，你得给我报销啊！在意在意。哎，说认真的啊，待会儿回去的时候千万不要尴尬害羞，这样才能争取更多镜头，车里的镜头可最容易被剪了。我怎么可能害羞尴尬啊？那下面有水自己喝。哦哦，林小姐不用着急。没有。水要拧开。我知道。陆总贵姓啊？林小姐是哪里人？啊，是江北的呀。哦，巧了，我也是。啊，这样啊。不过高中之后去了纽约。哦，原来去了美国。林小姐看着有些面熟啊，以前是不是在哪见过？我打肿脸。干嘛？到了。我去打听过了，陆巡是突然加入的，组里之前都不知道。这个林婉到底是怎么搭上陆巡的？今天不仅念了任务卡，还一个劲儿地和陆巡互动，这一期的分量都是他的。这是他最后通告了，肯定卯足劲了要出头。我再找刘墨团队沟通一下。我说过，只要有我在，他不可能立足。那你要打算怎么做？我们陆总什么时候成综艺男嘉宾了？你什么时候可以管我了？我觉得你不对劲，你该不会是看上那个林婉了？我可以教你怎么追她。你谈过恋爱吗？军师还需要自己亲自上战场的吗？再多说一句，你信用卡就停了。别呀，哥！哎。
镯子找不到了，那可是暂住的。什么？你好好找找，这个是要还回去的。真不见了，包我一直拿着的，去见你之前才放这儿的。你今天必须给我找出来。既然东西在房间丢的，那肯定还在房间里面，大家帮忙找一下吧。林婉，你不帮我找找吗？林老师，帮个忙吧。不是在那儿吗？原来这场戏是演给我的呀。就说，怎么演技那么差？有陆总撑腰就硬气起来是吗？你以前哪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把包拿出来检查。这种家伙手段也太俗了吧！不如我们直接报警吧。报警就不必了。断了。即便不是你拿的。你想什么？确实应该照价赔偿。时还有什么疑问？谢谢你。你是打算私吞这笔钱？没有。这个陆轩怎么这么坏啊！我
看他不把我的血案钱骗光，不甘心。我去，他真的转了，你看他真的给林婉转过来了，姐姐。哎，来，尝一尝我特地给你买的黑巧，我好不容易买到的。我对巧克力过敏。真的假的？合着你跟林婉只是长得一模一样，其他全是反着来的。那林婉出门的时候，日常都会背着巧克力补充糖分的。啊，现在想一想，还是跟做梦一样，居然被我们骗过去了。没有任何人发现你不是林婉。是你已经明白我的心。